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要来继续生存一下。对，然后上一次进度是把房子盖好了，然后也有一个小农田，然后这个桥梁还不算完成，它的完成应该是只要跟这个桥就是这边一模一样吧。对，那之后会再做，然后小农田也还没盖满，然后鸡下蛋目前有，哎，怎么有小怪兽？不行不行不行！你怎么出去？我没有，我有我。等一下哦，来，你过来过来，大家一起进来这边，这边超棒的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超棒的超棒的哈！好，就过就过就过。好，对。不太够，还是要先收集一下木头，因为石头。收集一点哦，木头有了。哎，这可以直接弄过去。不行不行，现在还是有点缺，然后再种一点树。这样子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工具都没有。没有石头不能做工具啊，只能先带这一个了。好困难哦。困难，超级困难，也不用吃了。我们先把一些东西种一种，该种的东西种一种，先把这个田地种了再说。然后种一点树，让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的生长。不过希望不要长到生命。大概一下就好。你怎么就长了？太快啦！这是我。你怎么不是，这是我的柱子。我以为那个也是。哦呀，可恶。蘑菇领主是村民哎。先把这边擦亮，虽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结果可恶。哦，蘑菇宝剑，感觉这个就一定要收藏。锋利击退之剑，然后掠夺耐久，经验修复，摸起来有种奇怪的感觉。哦，好像很厉害耶！好像很厉害耶！好像很厉害耶！那我们……等一下，我有困难，我有困难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那边，好，往那边前进。我应该好好蹲下吧，哈。虽然是晚上，可是为了我们的，说不定我扑过去就白天了。黑了吧，好恐怖哦！哦，有钻石，我看到了，所以还是要采取那个方法吗？从那边这样直接沿过来好了，好，就这么决定。等我有时候制造机，我就要从我的家里的地下室这边直接延伸出一块，然后每个这样挖上去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浩大的工程啊！可是为了这些矿没办法了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可是晚上好恐怖哦，我们还是先在家里好了。仗着自己不会喷妆，就一直在这边。他掉下来了，
再射我了，射我，再射我，再射我了！可恶，就记得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呀呀呀呀呀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那边有洞，我看到你们，给我下去了。我的骨粉，啊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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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矿好多哦，宝藏耶，计划通。不要过来，不要不要，我上不去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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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天师还有另外一个生怪砖是不是？有哎、欸，僵尸的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这些洞补起来。啊！啊！你怎么过来的？啊！啊！我的火把被打掉了！啊不啊不啊不啊！我不是已经调简单了吗？啊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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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转过来啊！大炮升五二层，出来！我不要！啊！你怎么过来的？啊！你怎么在外面？哎呦！哎呦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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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我打赢了！哦，不是，还有，我忘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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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。别下面这边弄一个低一点的洞。哦，算了算了，我要做高一点，做高一格好像不错哈。好，我们重新来，做高一点，做高一格。像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是，哎。三格吗？怎么是三格啊？啊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、哦、没有乱钻，我是不是盖错了？盖错了吗？盖错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边像这样盖起来，应该就不会弄到了吧？为什么还是会烧到？哦，好开心哦！有石头生产机了。这挖掉会慢出来吗？不会了。啊，你这个还是会……为什么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所以这一格不可以，这一格还是要封起来。所以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的水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我把水挡住。哦哟，我在干什么啊？妈妈，我终于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没石头可以用了。我不用再用这个木制的了，我有很多铁镐了，不是铁镐，石镐，完全忘记我在讲什么。吓我一跳，空降女巫，走过去，应该不会有怪吧？有哎、欸，有怪，有怪，有怪。哦，孤守完的声响。所以这边也是有生怪，生怪砖哦。女巫在咯咯笑，笑得好开心哦。哎，为什么不丢出去？弯错弯错了，对不起。听起来也太开心了吧。
现在往上挖都好怕会不会突然掉下来，不是说怪物，等我有铁装之后我就会把难易度再调成那个正一般的，至少让我开心的度过一下这个前期嘛，先让我简单一下下嘛，齁。之后有钻石装，然后再把它调成困难，这样子。哼，哦，自相残杀哦，女巫想要丢我，就丢到自己了。这个我想留着，哎，这边弄成一个暗暗的地方，他们生好就从这边留下来。有史莱姆，哦，好像小孩子，好可爱啊。这个改掉，更小一点点。哇，我的 shift 哦，这样子也很大了啦，不要这么挑剔啦，也有草可以吃了啦。我的衣服爆了，我现在才发现是僵尸的吧？对，有穿裤子，有穿裤子。不对不对，那个我要留着，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可以先弄这个水流的问题。我怎么把它倒回去了？什么？野鸡肉，应该吧？为什么那么快就有了？还没啦！还没啦！好用，有耐心好不好？然后我看一下，设置一下，从这边就会。掉下来，好，在这一格，所以这边要先围起来，这一格吧。他不能这样子看到我，我要比他矮一点吗？好像哎，我要比他矮一点，要打他的脚脚。那，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好。我们上去看一下那边的状况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这就算是一个不会受伤又可以打到怪的生怪塔。不会动没关系，只要那一颗这样掉下来，我们先测试一下。所以当怪物这样子，就哦，我发现把人堵住了。我盖错了，这边才是掉下来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我刚刚直接挡起来在干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啊！对，就是类似这种感觉，再去看到里面的状况，应该就会生怪了吧？好棒哦，开心哎！你们可以生怪喽，你们可以出生了。这边做一排梯子上去。欸不对，这边是怪物中间那个，我不能从这边上去啊，会死啊！我到底在看什么？棒哦，我终于成功了！妈妈，我终于成功做出了经验塔了，虽然还是要多砍几下，
啊，还是我在下面放一个岩浆烧他们，这样好像不错，他们就会死掉。我只要做一个薄薄的火吗？对，如果让他们在掉下来的时候，中间有一层那个岩浆，对耶，只要中间有一层岩浆，他们掉下来就会受伤，就会着火，就可以减少那个了，好棒哦！我觉得这边的还是挖掉好了，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以为那边也是路，然后从那边走下来。阿贝，嗯，可恶！啊，不行，这一次就要拿个岩浆桶了，就赶快走了吧。不行，他们守着我的岩浆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们应该还有很多鹅卵石吧？你再去做鹅卵石墙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修复那个石桥了。应该也是这样做吧？对，好。应该够吧？哦，不够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组，不是一组，六个。再来一点点。好。这边。耶、yeah, ，桥修复好了，好气派哦！耶、yeah, ，好棒。然后我们要把对这边下来的话，感觉是可以的。什么？啊！不要不要！下面的火把擦的不够。可恶可恶！我那个不是生怪塔、啊，下去下去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他下去，然后剑还归我、欸，好爽、啊！其实这个很棒的书。放在低一点好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是是是是是。啊哈，连僵尸都打不赢啊！嗯，你怎么在外面？呀，杀你个不行！我是这样太亮又没有，不然就是要手动放岩浆了，好麻烦哦，只能这样子了。看看这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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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羊没有羊没了，还有谁啊？可以靠蜘蛛，靠蛛蛛钓那个。蜘蛛丝就有了，就还是可以合成出羊毛的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哦，这边不能种树了，太暗了。哦，羊妹妹，放岩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按出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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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泥土，泥土，泥土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！要死要死要死！我到底在做什么啊？
这一集就是失去了羊妹跟做好人生怪塔，可是这个岛的箱子还没有找到，所以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很大了啦，不要这么挑剔啦，也有草莓吃。